哎，那种党员甲国营，看你嘛放两条激励人心。哦，你用点者，要台语、国语拢会使。我点，我点，我点。哎，阿个，民国，民国35。哎，无，咱来听一个啊，迄个。闽南语爱国歌曲。无来听一个倚天。好，咱退出。倚天老。这来个民国67年哈，梅回建交嘛哈。啊，这歌词写得真好哦。哎呀，听到可能台湾人无钱，啊，开钱去买爱国歌曲。这美国政府真无理，出卖朋友背信义，全国同胞作生气，同胞患难共生死。有钱的人出钱，有力的人出力。救国爱国正当时，靠人不如靠自己。有点像，有点像，属龙刚兄来问你，有点像没算你过去。有听过吗？来听过，来听过嘛？哈，真注意哦，对。这首歌我真正唔捌听过。63年哦，民国63年哦，一个。这张是民国。美国跟中国建交，所以倚天已经红三十年。无啦，魏吼，魏晋瓜吼，魏晋瓜伊认为讲吼，无信心嘛，禁啦。像爱保卫大台湾哦，有一句讲，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吼。一句伊家己做诶嘛，家己禁。较早读国民党吼，拢爱站卡波安尼唱咧，到尾嘛家己禁。元气得上，这些哦，这些是都无大衣怪味啊。啊，这是伊个是。连报报第二，连报第二个变成广告语的啊！这时阵报第二个变广告语的啊，差不多啊嘛，这是伊嘛是安尼。在雨天来下。简尚文这熟。简尚文这个时代。这个重要。这首歌我蛮听过，我蛮听过，第一个他一定不会流行，他一定不会流行。这你是安怎蛮听过的哦？这我对台中师范大学收到的，哦，这拢叫哈哈，哦，啊好好的等你成功，哦，啊所以你看这拢，嘿，原封不动啊个地个这，哈哈哈哈哈，为何大家拢来不？对对对对。算算人家放这有啦，嘛咧叫支持。也算够有耶。其实对于特色联合国到台湾、到美国变到这段时间哦，国民党一直咧烦恼台湾人开始咧想讲阿凯安尼，是这个特性是应该改变到一个国家。所以广电法是民国65年通过。广电法里面有一条规定，是广播电视逐年哈方言应减少，最好是归零。啊，就是对民国65年的广电法规定，台语爱伫，咱像咱今电视台讲遐侪台语吼，伫当时我看这我爱关起来。我电影在色人哦，你拍的时候因为新闻叫你检查用笑鸟你的台语吼，台语方言哦。超过都无你放哦，真系用笑鸟，用笑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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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，笑鸟。查进图书目录，哈，民国64年，诶，警备总部诶，我敢讲话来讲，对台湾人伤害太大了。为什么？台湾人因素无切好看，无什么切，无知识的，无感性的，无精神，无什么科学的。为什么？请大家看，对日本伊嘛惊啊，我写共看了让书名啊，你想53万呢？到底什么书被禁？你看像什么写日本人不可以出版哦，日本人啊，因为他很痛恨日本嘛。请大家看哈，太离谱了，台湾史禁掉了。哦，这你了解，我你了解台湾。我这么讲你听吼，迄个到那有一个写录音播感的台语字典，迄个写台语字典吼。出版的是要甲你爱乖呢，爱甲黄条金先生哦，拜托黄条金去讲呢，啊，佮无代志，来问一下这个序，对，哎，录音播干嘛？哎，录音片，叫情归何处？你现在叫什么？这是来叫进去，因为内容淫秽不堪嘛。我问他共人公，立陶公他是啊，这个反共，可是又恐共，对，他真的，他又怕台湾人想台湾。又怕台湾人想日本，也怕台湾人想中国，又怕台湾人想中国，啊，台湾就变稻草人了，没有灵魂啊！哎，你跟他说没有信心，确实没有。我们证据给大家看，他禁最多的是什么？你知道，有关中国的东西。对，大家看，有关中国的前进呢？
中国之声、中国作家、中国通史、中华文选、中国通史、中国史诗、中国历史，全进呢。但是关键错了啊，那时候不应该进啊，现在不就变那时候跟共产党有关，还是跟付费文人，你都。